二十三。这面壳咋好壳？它咋做？五十八。因为我的视频每天发的比较晚，所以每个视频下面都会有人说我是白天看不到，晚上逃不过系列，所以晚上好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吃牛肉，又吃牛骨头。这次这个牛骨头厉害了，这次买的牛骨头肉比较多，而且是上面全是脆骨。这个呢，20块钱一斤，确实不一样。现在先把它宰了，然后来焯一下水。好了，宰完了，这上面的肉还很多，中间全是脆骨，然后两边全是肉。加水，来一点料酒，切一点葱姜蒜，又来了一个小可爱，这是邻居家的猫。好全。有个大奖了。这边。邻居家的小橘猫。这个好像比我家的要好看一些啊，哪一个好看？焯过水的牛骨头捞起来，锅里来一点油，少放一点葱姜蒜。来一点干辣椒，来一勺豆瓣酱，香料，牛骨头，来一点料酒，冰糖，生抽，红烧酱油。来削两个土豆，哇哇，这个看得好爽，还差一点，放一点土豆，现在去地里扯一点香菜。哎呦，对了，扯一点就行了。嗯，这怎么有条狗？这个狗是哪里的？好了，把它舀出来，
这个腿骨这样你压得趴。腿骨夹得到啊？嗯。硬的。不是。啊？不是。这是牛肉。嗯？牛肉。嗯。牙牛吧。腿骨嚼的。嗯。要这个菜吃过这个肉你又在装啥子？来嘛，你那个狗蛋。酒倒给我甩干了，我放三斤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嗯，睡觉吧，现在肯定都很晚了。